曲胶带摸，背景涂黑色，擦均匀，沏一个绿色碾汤，放大给你们看看奶油质感，然后像这样用刮刀抠绿色，按在上面变成叶子。刮刀的尖尖可以用来刮叶子纹理哦，弄一圈叶子就好啦。现在切白色碾压，把白色刮下来搓成球二段体，然后用刮刀插进花中花瓣。随意在哪个位置都可以搓成球二段体。叶子不够可以补点叶子。差不多完成了。你给我的